好，那我们来说一下我们怎么做。OK， 那我们呢，就是希望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呢就是 S Watch 就心力大师啊，他的这个长相这样。那这是呢他量测出来的啊，量测出来的。OK， 这是比几个比较稳定的啊，那但是呢。就是在这边呢、我们呢也是有碰到一些问题、怎么说呢？因为呢要量这个东西、一般呢它是大概要5到6分钟、unstable 这样子，它把这些信号都取得。OK， 那我们的问题是说，那是要把这5到6分钟的这个信号呢？全部拿来做分析呢，还是说呢，我们呢只去抓只去抓这个比较稳定、比较类似的这些波形来做分析，意思就是说，因为5到6分钟呢，它也许呢会突然动了一下啦，或者是别人呢跟他讲话让他分心啦，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很可能呢它会有 noise， 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到底哪些是 noise， 哪些可能是它身体上呢在某一个时刻呢它自然的一个这个信号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呢我们说从心电图有时候呢你会感觉说，我心脏不太舒服，那心脏不太舒服呢，你去找医师的时候呢，医师帮你量一量的时候呢，又觉得说，你看起来都没有问题啊，意思就是说，那个呢，可能是跟呢某些环境时间点呢，它身体状况才会产生的这个信号，所以呢，才会有说，我们如果说要比较确定的话呢，可能就要带这个24小时的心电图，做完整的记录，这样子呢就不会呢，说有也许有几秒钟 miss 掉了，那一边呢就有这个很可能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信号出现。所以我这边呢其实也是要用这个例子跟大家讲说，我们非常需要巨量的资料，因为呢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其实很难确定说，某些呢比较奇怪的波形呢到底是杂讯呢，还是真的是他身体上这个因为某些机制产生的这个信号，这是一本身就是一个 issue 那我们来根据的这个理论呢就是说，在这个1957年的这个 M.G. Taylor 呢他在一篇文章里面呢，他呢也是利用这个管子用管子这个水流动的然后它有分支这样一个概念呢它去这个描述这个血管。OK， 所以呢他呢就发现说呢，他当然那时候呢还不是非常确切的这个结论，所以他就这样写，他就说 harmonic 呢 may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organ， 就是说呢这个血液在传送到不同的地方那可能是由斜坡就斜坡来控制控制什么时候呢我会传到什么地方。 OK， 那这个斜坡呢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一张图有稍微画一下，但是不是很清楚基本上斜坡就是说，我假如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周期波的话，我这个本身假如是周期波是稳定的，那它呢就可以猜出来它呢是有一些呢这个斜坡呢所组成的。所以斜坡就是说呢，我如果有一个是 F 的话，那另外 2F3F4F 就是它这个常数倍这样一直上去这样就是这个是本来的，那会有一些常数倍的这个斜坡所组成的这是傅立叶定理呢那边呢所描述的。所以他会认为说，
可能呢，我们这个不同 organ 这个控制，什么时候这个血液要到哪里呢？可能是 harmonic 来控制的。好，当时他大概实验呢没有有很做得很完整哈，所以他还是用比较这个保守的语句呢，就说这样一个情况。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这王光教授呢，他可能当然对中医呢比较清楚了，他本身也是学物理哈，生物物理。OK， 那他呢有大胆的提出来，当然有经过一些这个观察研究了，那大胆提出这样一个 model 出来，就是说，我们这心脏打出来的哈，然后呢，它这边呢，就会分成这几个这样一个斜坡所组成的。那这个心脏这个是沿来的打出来这个坡形压力的坡形哈。那第一个呢，他认为说这是跟这个肝脏是相关的哈。那再来是肾。在脾、胃、胆、膀胱、大肠、三焦跟小肠。那我们呢？这个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说，我们这个到底是比较先进，还是说呢，我们呢这个没办法呢去修正我们老祖宗呢还没有搞得很清楚的这个地方啊，意思就是说，那这个三焦呢，现在对到我们这个解剖学上面呢找不到这个东西啊，或者有人把它讲说三焦就是关于这个液体呢在传输的一个管道机制可是这个说法呢也不是很确定那也没办法呢很正确的就对到我们的这个所谓器官里面所以这边呢，个人是当然打一个 question mark 这样子那还有另外的，就是说，我们呢，这个胰脏也相当重要啊，对不对？那这个好像我们这五脏六腑都没有人谈到这个东西，可是以前老祖宗他也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不晓得这个机制是怎么样但是这个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不跟我们糖尿病关系非常的大好，那这里呢，大概是说一下这个王光教授他的一个想法，这样就是说，第一个斜坡那这个第二个斜坡表示他呢，他频率呢，应该是他的这个两倍这样子那这是三倍这是四倍、五倍、六倍、七倍这样OK。那他的这个怎么样去定出这个顺序呢？他会认为说这个器官呢，跟我们这个主动脉主动脉的这个位置垂直主动脉的这个距离有关系他的这个。想法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虽然说心脏你会说如果从距离来看那不是这个肺呢就几乎呢把这个心脏包起来吗那它怎么算是说呢才是第四个斜坡其实他讲的这个距离呢指的是这一段距离就是说这是我们主动脉这样下来主动脉下来，那这边主动脉呢，下来之后，它什么时候呢要开口，或者这边有一个开口呢？什么时候开口呢？它把这个呢，血液让它送进来，OK。那如果我们呢，这个心脏是正常的工作，那各个器官都协调的很好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说，我们呢回到这个右心房的当然呢我说所谓理想 balance 的时候当然要等于呢他到这个右心室那再来呢他这个从肺里面进出的这个量呢当然也都是要一样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才不会呢说有这个东西在哪里累积哦，这个就有一点像了哦。我只是说用比喻啊，就是说我们来这样的电荷不灭哦，这样我们导出了这个KBO、KCO 这些这个定理哦，那一样血液也是在这边出入哦，然后跟肺交换，然后另外呢，这个血液呢也是通通呢要经过这个肝脏。经过肝脏，那另外呢，哦，也要到这个，肾脏这边过来。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其实他们的这个量，哦，加上其他的，哦，这边应该都是四分之一，哦，这边也不是四分之一，哦，整个两个加起来，哦，这样这个整个才会 balance，哦，OK。那刚刚讲到就是这个距离，哦，这个距离呢，就是它决定说。啊，它是哪一个 harmonic 啊，哦？那这个打下来，啊，哦，打下来，那哎，什么时候这边开了，哦，那它能够呢，血液在这边传输，那另外时间呢，可能就是哎，传输到另外的啊，这个器官这样啊，这是啊，这个王沟教授的这个理论是这样的啊，哦。可是当然我们呢，这个。会接着说，那三焦到底在哪里？哦，那我们的这个胰脏，哦，这个 pancreas 呢，哦，那是怎么办？哦，那当然呢，我们这个脑，哦，我们这个脑也是，哦，okay， 好，那我们这个计划呢，哦，就是我们这个台大哦，跟台大医院哦，这个会计上它是两个独立的单位，哦，所以我们把它个别列出来。好，那因为呢，在这边我想各位学气功也都很有概念哈，哦，我们有所谓子午流注哈，哦，就是说呢，在不同的时辰呢，哦，我们呢这个。不同的这个经络呢，哦，它强弱不太一样，哦，所以呢，这边呢也是多了一个 dimension，哦，意思就是说呢，那我们都要观察它这个各个器官的这个强弱，那什么时间呢是最适当的，哦，什么时间是最适当的这个量测时间，哦，或者是不是呢要真的要去这个验证，哦，这些这个经络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呢？这个十二个时段呢都要去量，哦，多了一个dimension。OK， 那另外呢，我想这个跟这个节气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哦，所以我们也把它放在网络上，哦，让那些量测的这些助理们呢，他多一些概念。OK。那这个只是说明呢，我们这个平台呢，啊，的确存在的，就是说现在呢，啊，它量完之后呢，啊，目前呢，因为这两个量测仪器呢，都还是跟电脑整合在一起，哦，它还不是像一般的哦量血压、量血糖，说量完之后呢，就可以直接透过3G的啊传到我们这个照顾的平台。现在还没有这样了，所以都是透过电脑还有这个所谓 internet 呢就传到我们的 server， 那我们 server 呢就是负责做储存啊，然后可以做分析，然后这个把结果呢也能够呈现，那也方便以后要搜寻，这样这是我们做的这些云端的平台这样。 OK， 好，那在这边呢可能可以看得比较仔细一点，就是说我们取得这种波呢，把它基本上会就是分成像这样，就是所谓第一个斜波，第二个斜波，第三、第四、第五，那大致呢，大致上它应该是这样子，这样下来了，就是说就是递减的方式下来，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好，那这样子呢，我就把这个我们的
目标啦，跟我们的这个做法，说是我们依据的哈、哦、这些理论呢，哈、哦，就跟各位介绍了。好，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医师呢，哦，他们在照顾病人的时候呢，啊、哦，他们所额外呢。申请这个 IRB， 那取得病人同意之后呢，额外两者的一些这个脉诊的这个信号。OK， 那这里面呢，我刚刚有提到我们是苏大成医师哈、哦，那他有比较一下，就是说这个不同年龄族群的啊、哦，他们脉象是怎么样 ？OK， 那他是新陈代谢的啊、哦、专家，所以他就。看看这 cardiovascular 哈、啊，这边的哈、啊，这些有些怎么样真相啊，可以用脉诊看出来。那许家医师呢，他因为他是照顾这个败血症的病人，啊、那通常败血症呢，啊、就是存活率呢，啊、大概就只剩下二分之一，啊，是。那通常呢，败血症的病人呢，他通常呢可能会陷入昏迷，那没办法自主的呼吸，所以都会用到呼吸器这样。那王一光教授呢，有提到说呢，他这一套理论呢，就是会受到呼吸器的影响，所以如果这个病人的照护有这个呼吸器的话呢，这套理论就不 work 了，所以我们要将特别来看一下哈。那等一下我会介绍什么是 CMV， 什么是 CPAP 哈。当你看到它整个完整的这个字的时候，就会很清楚这样哈。那韩颖医师呢，他是照顾这个癌末跟比较这个加护病房的这个病人啊，所以这边有一个要做肝脏移植的病人，那郭炳荣医师呢？他胸腔，所以呢，他要看一下我们气喘啊，跟这个慢性呼吸道阻塞啊，这个 COPD 的病人，跟我一般正常人慢象有什么差别？啊，那蔡敦仁医师呢？他就是肾脏方面的啊专家，那沈立仁教授那就是食物的哈，看看我们这个。这个姜母茶呢，姜茶了，还有这个椰子汁哦，还有一般的水哈、哦，我们可能一般都认为说这是冷热还有中性的东西哦，那看看对我们人体的脉象有什么影响哦，大概分这几个跟大家介绍。OK， 好，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苏大成医师哈、哦，那他。其实做四个啦，做四个实验啊、哦。那在这一边呢、啊，其实各位也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哎，这个资料呢，的确是非常的这个难能可贵的哈、哦。因为呢，你要做这些实验之前呢、都要取得病人的同意啊、哦。然后呢，做这些也相当的花时间嘛哈、哦，所以。这个 cardiovascular 这边呢，就心血管这边呢，它分三个部分，一个是 OGTTDM， 就是说这个是在做这个是不是糖尿病啊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侦测判断啊，这是简单型的判断这样。OK， 那 hypertension 当然是高血压哈，大家都很有概念的啊。Metabolic syndrome 呢，就是代谢症候群。那等一下会有定义哈，是不是代谢症候群 ？OK， 那这个是他这个四个族群哈，就从20到30岁一个族群，31到40，41到50，51到60哈。那这个呢，就分别是有六个了哈。当然我们呢，其实呢，很希望说呢。这后面能够加两个零，好，这样的话就是会比较有说服力啊。哦，就是这个还在努力中。那这个呢，
这就是他们平均年龄跟他的这个啊、哦、这个差异这样。那我们也希望啊、哦、也希望说呢啊、哦、这能够，不过这边这主要在看的就是这个变数啊、哦、那我们希望说其他变相呢啊、哦、是一样的啊、哦、所以这个是啊、女性的个数跟它占的比例啊、哦、那这边是都一样的。OK，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麦子脱凉了，然后呢去做这个就是傅立叶分析这样。 OK， 那这个第零个就是心脏出来的这个波形，好，那这边呢就是刚刚我有列出来那个肝肾脾肺胃胆，好，那这是膀胱啊，这大肠，这三焦，这小肠，这样 ，OK。那这边呢有特别注明啊，就是说我们呢是有先做这个讯号的啊、这个过滤啊，啊就是把一些呢、啊、比较不稳定的信号把它丢了啊，这样。那当然呢，我刚才也提到啊，事实上呢，我们也是要做一个就是原来完整信号的，好，我们呢可能那些不一样的波形呢可能不是杂讯。不过我今天呢就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已经有把一些我们认为是杂讯把它过滤。好，那从这边你看到哈，这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有一致性的资料其实也只是占了 77%， 意思就蛮多的哈，还有这个 22% 的东西呢被我们丢掉啊，这样。那这边呢就是统计上的啊这种意义 P value， 那各位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是25岁族群啊，这些啊，这等于它前面的系数耶，就是它那个坡的高度啊，频率是固定的啦，频率它就是这边一的话两倍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七倍八倍九倍十倍这样。好，那这是它的高度，那各位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好、哦、这年轻的族群呢好、哦、它比这个老人的族群呢好、哦、在这个从这个比较高频的部分呢好、哦、这是很明显的，这表示说是有很明显的差异这样好、哦、就是我们这个胆啊、膀胱啊、哦、这个大肠啊、三焦跟小肠这样、OK， 那这个呢、我们呢、就是尽量用各种、面向去看、哦、因为呢我们一般人来讲呢我们对这个信号的感觉呢、哦就比较是要这个取这个 log 啊，这取 log 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说我们对这个外面啊这些声音啊，我们也是说多少 dB， 那其实那多少 dB 是取了 log 之后了，或者我们对地震的感觉也说哦这是这个四级的五级的六级的哈，那个也是取过这个 log 的哈，所以呢我们呢也试着啊，这只是试着，不一定说啊一定要取 log 呢啊才是对的啊。我们也从这个取了 log 之后再来看一下啊，那这边呢还是有显著的这个差异啊。这第二只是把前面的啊信号值呢取上这个 log 这样而已啊，就跟我们说地震啊声音啊这个是一样这样。或者是我们酸碱度啊、哦，酸碱度那个也是起了这个 log 之后啊、哦，那这是一个相对值啦啊、哦，我们说哎，有时候绝对值呢啊、哦，可能呢会因为个体的这个差异啊、哦，像我们需要是相对值，因为呢这等于是说我们在分配呢，我们这个血液呢是要攻击到哪一个器官就是一个相对的量，所以我们也用这个 ratio 来看这样，那这个 ratio 就是把这个每一个都除以这个心脏打出来的这样子。 OK，
那所以这个还是一样的哈，就是那六到十。那我们这边呢、啊，就是凡是有显著差异的呢，哈，我们就是用黄色为底来表示。那如果是白的话呢，表示呢，我们这边看不到显著的这个差异，意思就是说，哎，有的高，有的低，或者是差异不大，哈，所以有的比人家高，有的比较低，所以呢，从这边没有办法看出这个一致性出来，这样。那这个是取了 log 之后呢，我们再给它呢这个加这个啊 ratio 了啊，就是四个面向来看，一个是自己本身，一个是取了 log， 那一个是取 ratio， 那一个是两个都取，就是啊 log 加上 ratio 这样啊，这是啊希望多看一下这样 ，OK 好，那。这个实验其实我们这只是暂时的啦齁，这个也不能够说从这六个然后就马上得到齁很确切的这个结论齁，不过呢可以从那边可以看出来，就是对年纪比较大的齁，他这高频的这个斜坡呢会比较小，那这个跟王教授的书里面的结论是一致的啦。那这个说法就是说呢，因为我们年纪大呢，那我们这个血管的管壁呢比较硬一点啊，所以呢血液打出去的时候呢，这个高频的那边呢啊，就是会比较模糊掉了，比较没办法这个啊这个完全的反弹回来啊，所以这个理论上也是这样的啊，从这个物理上的意义来讲，就是。这个就是说从这个血管的硬度血管硬度来解释，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再继续做多一点的 case 然后来看。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有这个糖尿病，那它的测验的方式是这样，就是先空腹八个钟头，然后呢喝葡萄糖水，大概75克呢，可能加到250到300cc 之间，然后呢在两个钟头之后，因为呢这个糖水经过胃消化然后到被这个身体吸收呢这个要两个钟头，所以要两个钟头之后才去量这样。然后呢，这个假如你是正常人的话呢，那应该小于140，那你如果大于200，那就应该是有问题的啊。那你如果在中间啊，那可能就是还要再深入检查其他的指标啊。这是比较简单的啊，来测量啊是不是有糖尿病的一个方法，这样啊比较简单型的。OK， 那这个是呢实验跟对照组那这边呢我们都尽量让这个年龄这个不要差异太大，那这个 female percentage 呢这个尽量控制啦，但是有时候因为呢这个个数不是那么多所以呢我们也没办法说让两个变数呢都一样这主要是个数还不多的这个关系那当然这边呢也有可能这个结果会受到说因为呢这边 female 比较少 5% 也有可能因为这个，所以呢这边也说明说呢为什么呢我们也许呢我们有做了一些实验，那我们呢也对外宣称有一些结果，但是呢是不是说真的确切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资料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好，各位呢在这边看到这个也许也会说这个也许有可能啊，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胰脏所以这当然看不到胰脏的这个指标我这边都是
量不出来了，就是都没有差异了。那好，这边只是给个顺便说，哎，大概有 17% 的资料被我们丢掉这样子。OK， 好，这个没有差异啊，你没有看到黄色为底的，就是没有差异。这个起了 log 也没有差异哈 ，ratio 没有差异，那两个都 log 也没差异哈，所以说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讲啦，如果说我们硬要在这时候下一个暂时的结论，就是说从脉诊这边呢，没办法去侦测呢哈，你是不是有糖尿病这样哈，我们也许啊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暂时的结论这样。好，高血压，好，那高血压这个我们呢直觉上会想说啊，这应该是比较简单比较接近的啊，因为这个把脉我们就在量血压嘛，但那现在要问一下有没有高血压啊，那这个是年龄的分布啊，这是性别的分布啊，这边也有差蛮大的啊，这个也是不足的地方啊，但是因为呢这个资料都很宝贵了，所以我们呢，没办法来刻意要让这两个变数都一样来，就把一些纸丢掉哈，因为我们觉得它很宝贵哈，所以先暂时留下来。OK， 好，所以果然呢，各位看到这个一片黄哈，一片黄就是，都有显著差异哈，当然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是高血压的哈，这是对照组这样啊，就是都有显著的差异啊。那其实跟王安峰教授呢，这个理论呢也有一点点也是蛮接近的啦。这怎么说呢？王安峰教授说，这个我们这高血压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呢这个。器官呢，就是这管路不太通，缺血，所以呢，我们这个，急诊，急诊要把这个血液打过去了，所以各位看到，在这边，可是你看到总量是一致的，总量是这边，可是呢，分配出去的，分配到这个各个器官，其实你对照到正常组来讲都是比较小的。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呢他认为那边呢，就是缺水了，他赶快提高水压，要把水打过去，所以呢这边呢这个血压呢，这边弄水压弄得很高，可是事实上这个我们各个地方呢并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接受到这个水或者是血，这个意思你会觉得说，奇怪，那高血压怎么这个看起来比较小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讲说，他得到的这个血量不够啊，所以我们身体一直反应一直觉得不够，要赶快努力工作把这个血打过去所以会有这个高血压这种情况啊，那这个是所有的啊，通通明显差异这样。所以呢，当然你也可以下结论说呢，我们要量是不是有高血压，当然是脉诊，那很快就可以量出来了啊，因为这个也是蛮直接的。好，那这个是取 log 啊，取 log 也是显著差异啊。那这个取 ratio 呢，只有这个胆呢，没有那么明显可是呢也很接近了，因为呢我们要 0.05 就有显著差异那这个也蛮接近差一点点这样是取 ratio 那这是两个两个都取的又都有显著的差异这是高血压